热烈鼓吹的现场，保研乡立幼儿园日前举行毕业典礼。保研乡长柯文平、代表会主席、副主席等民意代表，拢亲自到场共享盛举。唔，那家小朋友做会跳舞，也阁亲手赠送礼物给毕业生。这阵鼓吹的毕业生，展现温润大方，伫哩舞台顶穿着水水的服装，替家己的童年跳出快乐回忆。保研乡立幼儿园毕业典礼温馨又热闹，今年总共117位学生欢乐毕业。保研乡长柯文平也化身新娘，带着小朋友来进场，送给毕业生上佳水的祝福。我们乡立幼儿园毕业典礼总共有117位的小朋友毕业生，然后今天我们就是以往年的创新求新，我们将它改变在这个餐厅，然后就是不一样的感觉。然后就是我们代表会主席、副主席和各位代表们的支持，然后我们未来我们会争取更多的福利和更多的软体、硬体设施来照顾我们下面的小朋友。幼儿园的毕业了吼啊，有乡长啊，较园长哦。足好个吼，啊，已经幼儿园重新改变了，做学生囡仔吼，一寡做活动吼，办了足好个安尼，啊，一只足幼儿园吼，做学生囡仔吼，学业进步啊。摕到毕业证书，代表着幼儿园个学习生活过一个段落。到了小学，要来接受另外一个阶段学习挑战，气氛温馨感人。小朋友也来感谢老师、家长的照顾，希望在你未来求学路上，会当继续闪闪发光。中华新闻林桂英，保研采访报道。